为什么合体会失败呢？收拾他们。聚合变形，听令，攻击敌人。嘿，西卡，看来你要跟我学学数学，数一数有多少人了。哼，只是一群低级生物。海城，你怎么会在离开平息室前？我悄悄给海城发送了秘密代码，他可以追踪我们的位置和听到我们这边的声音。没错，大家已经知道你们是被嫁祸了。各位，让你们受委屈了。不要紧，既然搞清楚了，我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。新星普尔达，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暗中修复了一些偏远的空间缝隙时，发现了被另一个我控制的长臂。后来我们联手击败了冒牌的我，我吸收了他的能量，并猎取了他的飞船载具。什么？被控制的长臂？强袭普利士！你这冒牌货，别想打坏主意！我烈风暴长臂大人回来了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家伙是另一个我，上次处理38号空间缝隙的时候，我被他偷袭了。然后我被甩到了空间缝隙里。怪不得这几天我总觉得长臂有点不对劲，难道协助拓荒者逃跑的就是他？我们合体失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？竟然被揭穿了，
那没办法了，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实力。变形联盟，黑暗合体。星星普尔达，你不会把我给忘了吧？啊，这声音，你是西卡？很荣幸你还记得我。哎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结束了。这。家伙，我一定要消灭你们！拓荒者，榴弹，机会来了，消灭他们！超变战神，小心！为什么这样做啊？什么？竟然没有把两个都击中？我在问你，为什么这样做？你们只是对付变形联盟的一个棋子，难道你以为真的可以和我成为战友？你在利用我？你和变形联盟都是基因石的产物。必须把你们一起消灭，才可以吸取你们身上的基因石能量。好，好看星的人果然心狠手辣。那我就先消灭你。哼哼哼，
战神，趁机会解决敌人。好。重塑你们是复制的产物，赶快吸收他们的能量。这个反应，两股能量融合在一起了，这是基因石原本的力量。你没事太好了，离开空间缝隙后我都找不到你，你一直在哪里啊？还有你跟希卡认识？现在不是聊闲话的时候，我接到消息，浩肯星有一支新的部队已经接近地球了。什么？至于希卡，他不是轻易认输的人，背后肯定还藏着许多计谋，千万不能大意。距离空间缝隙坍塌越来越近了，我还要搜集更多数据，先走一步。我本来对你有很大期望，没想到你竟然把浩肯星的威名丢个精光，实在太让我失望了。你已经不再是地球进攻部队的指挥官了。万分抱歉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。我已经安排了支援部队，你以后只要好好配合他们就可以了。什么？支援部队？难道是？先前袭击平息室的机器人已经被证实是假冒的变形联盟，他们已经被真正的变形联盟击败，变形联盟仍是人类的忠实伙伴。你们看，大家对你们的误会都解开了。这都是多亏了海城对我们的信任，还有特勤队的帮助。我不在，你们都得不到人类的信任了。还不是因为你害我们被人误会了。那个不是我。好了，虽然我们成为了完全体，但离真正与基因石融合的进化体还有一段距离，空间缝隙的坍塌近在眼前，我们还要更加努力啊。根据普尔达提供的情报，浩肯星又派来棘手的新部队了。怕什么，我们变得更强了，什么新部队，两三下就打回家了。现在就知道吹牛，之前不知道谁像小鸟一样被抓起来呢。啊！我那是被偷袭。想不到折损了拓荒者和流弹，还有其他人来插手我们的行动。
你吞噬。我想你应该尊称长官。这里有两块大废体，你们想怎么处置？他们是我们牺牲的队友，我们准备运送他们回浩肯星。怎么可以让失败者玷污了浩肯星的土地？废铁的残余能量成为我的一部分，已经是他们的仅有价值了。你们现在只要好好配合我们行动，万一有什么差池，你们的下场将会和他们两个一样。嗯，听清楚了吗？知道了，长官。知道了。长官，很好，很好。接下来就要让你们看看，我们给变形联盟带来的是绝望。